我觉得台湾很漂亮，跟可以看到很多山，跟的中央山，跟我觉得那个信义很漂亮，跟那个 7-Eleven 啊，跟那个 Family Mart 啊很方便啊，跟我很喜欢骑的摩托车 to get around 啊，跟那个食物超级好吃，跟我觉得台南跟台北。两个，他们两个很漂亮，跟很 nice cities 啊，跟那个台湾人啊，那很 friendly 跟 kind，我觉得我喜欢走一走，在夜市，跟在逛街，在百货公司那里，跟。我希望回去回去台湾，因为也是有很多 relatives there。That's it.